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我叫孙娟。孙娟，什么时候剪的头发？就刚刚。刚刚接到通知之后。你像刚刚你剪成这么短，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心疼呢？不会不会。之前头发有多长啊？到肩下面。肩上面，好吧。你们是来自哪一个医院的？昆明市经开人民医院。昆明市经开人民医院。那咱们从这个接到通知到现在集结，咱们是这一次是花了很短的时间。对，早上接到说是今天要出发，就几个三个小时准备吧，我们就直接来准备。我们就出发了。因为头型比较难看，因为不是专业的人士剪的，是今天才剪的吗？啊，接到通知以后就下定决心就把它剪掉，为了更好的工作嘛，不感染自己，照顾好病人。这一次我看很多除了你剪得特别短之外哈，咱们很多队员都是把这个后脑勺后面这部分给剃了，然后也是为了更好的来戴那个防护帽的时候能够更好的保护。这些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也把头发剪。我祈祷拥有一个，武汉已经生病了，我们来帮助他更好的更快的好起来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，让它牵引你的梦。